语就可以把茶敬给你的家长，让你的家长喝下你就敬他的一杯茶。然后你的家长给了你红包，你还要说什么？接下来我们有请到我们三年级的家长到前站起来，然后回到你们的班上去坐。也谢谢我们四年级的家长，五年级的家长，谢谢我们。